其实你喜欢小孩，你承认吗？我的幼儿园会让你有一种向往，因为你活得很单调，所以你向往身边可以叽叽喳喳的，一会儿惊一会儿喜，乱得应接不暇。思雨忍不住过来看看，看到孩子们叽叽喳喳的，有些手足无措，就像当初面对晨晨一样。不过正是这样，和他们在一起就觉得什么压力都没有。早前我们流掉过一个小孩，因为我，因为当时我害怕，我害怕是因为我缺乏能力抚养，或许现在也没有，但是我仍然挺后悔的。知道，你在用你的精力教育我。其实留掉孩子我也挺难过的，但我不后悔，我得踏踏实实的挣钱，挣几年钱再回去就好了。别有太大的压力，别把拯救世界的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扛，你就一普通人做点普通的事儿，应该有什么不应该有什么，顺其自然，高兴了把酒当欢，寂寞了就跟这次一样来找我。我的确该谢谢你啊，给了我一个释放的窗口。你是不是在期待旧情复燃？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黄份儿，那些曾经经历的，开心的，不开心的，但凡成了故事，就都挺美好，所以再次重逢，心里就会激动。所以你依然在怀疑这种感受的真实。感情啊，它是个很微妙的东西，你身在其中的时候，它就像一个呆板的城市，一旦你离开了，你就会想，牵肠挂肚的想。真是这样，其实我也挺想我男朋友的，一直跟他怀过一个孩子，等挣了钱回去对他好点就对了。我得走了，明天要开会，一早得会上你。客户说往这过来了，五分钟左右就走了。那我现在去包房准备一下。小薇，华伟林，你好，回来看你爸。哦，我们公司这日开展了一个业务。你等我一下，我跟他聊两句。你也太对不起我了吧？啊，我说你回来也不给我打电话是吧？今天还挺高兴的。陪你玩了一天，还巧遇到老朋友。晚上该视频了。我们家那片停水，我在你这儿洗个澡吧。好。
是谁啊？要不是在歌厅外头的咖啡座上遇见，我还不知道他常驻云锦了呢。之后就有了些正常的来往。他喜欢小孩，所以经常到我的幼儿园来，我们也就聊聊家常，说说话，仅此而已。所以听说你怀疑我俩有奸情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，就想着策划那么一出闹剧教训教训你。他要是没被勾引，我就拿暧昧场景吓人，要是被勾引了，我就假戏真做，我豁得出去。问题是豁出去了我还未遂。我说得够清楚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在云锦啊？拜托，叶霞的脑子不比我妈好使，所以你就故意设计整我，是不是还想假戏真做呀？你有病吧你！睡你老公边上的不是我呀！花美丽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花美丽，你贱不贱呢你？你出来嫖娼你？说什么呢你？我怎么了？我说，你有必要把话说这么难听吗？花美丽，你才挣几个钱呀？啊？就开始保暖思淫欲了是吧？那你得问你自己，你这个当老婆的当的合不合格？你们不讲话了吗？你们都别闹了，你们听我解释。解释个屁啊！都抓现行了还解释？信不信我报警？信不信我报警抓你们俩？嗯，对，报警，报警了才解气呢！你给我闭嘴！把话说这么难听干嘛呀？什么嫖娼啊，我就是一个点歌的，我没这个服务。那你们？对，是我自愿的，因为我喜欢他，我爱上他。花先生是个好人，他一直都很照顾我的生意，每回来都点我的包间，也不像别的客人喝多了就爱动手动脚，相互熟了，我们私下也愿意坐在一起谈谈理想，聊聊天什么的。你是他老婆吧？听说你有一个5年不要孩子的计划，让他很有挫败感。哼，你跟我都没说，你跟他说。他没跟我说什么，他都在说自己没能力，你做老婆的不尽义务，他却责怪他自己。因为我觉得他是好男人，所以我爱上他。小薇，我们是爱情，我每回上床都是自愿。小薇，警察来了我也这么说。不是三陪，我是跟你处感情的。华林，我要你告诉我，你跟他究竟什么关系？他长那么帅，他需要花钱找女人吗？华伟林，我要你自己说。报警，必须报警。他不是做这个。你真行，你就算跟顾小薇出轨，我都觉得还有仗可谈。现在让我手足无措，太让我心寒了。连搞个婚外情，你都搞得那么卑鄙！
谁呀？我是曹总，孩子们都食物中毒进医院，你赶紧出现吧。什么？我马上回去。干嘛去啊？你管呢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你们以后谁都别烦我，你们这脑子破事我没心情管。